还有我们台南市市长李孟彦理事长。还有我们台南市文化局局长叶德山叶局长。还有很多与会来宾，那我们大朋友跟小朋友们逐个挥手。部长来为我们活动致辞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还有我们理事长、叶局长、赖议员啊，在场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早安。刚刚我们大姐姐介绍我说是文化部的大家长，是不是？我跟大家说，我也是一位妈妈，但是我的孩子比大家都还小啊，所以你们是我孩子的大哥哥、大姐姐。那大家家里都住附近，对不对？有进来过吗？有。来看表演吗？有。还是来表演？有。哦，也有啊，也有来表演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们的理事长跟我们叶局长把这里整修得很漂亮啊，未来要把我们的文化中心送给大家，要陪伴大家成长啊，所以今天大家来这边。不是晚上时间，不是周末时间，今天是上课时间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特别高兴，对不对？对。可以不用在教室里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活动，利用上课时间来这边。而且今天来不是单纯看表演哦。哦，我们今天有非常棒的我们的台南大学大哥哥大姐姐在哪里？啊，今天会有我们大哥哥大姐姐们。带领大家来认识什么是剧场，大家知道剧场两个字吗？知道。哦，还没有认识就知道了，太厉害！我们今天要认识剧场哦。哦，那什么是剧场？大哥哥大姐姐比我厉害，他们等一下会带领大家来认识啊、哦。那其实剧场啊、哦，非常的神奇啊、哦，那么千变万化。平常我们看表演，但是透过今天的活动。认识舞台是怎么做出来的、啊、幕前幕后是什么，一个表演是怎么做出来的、啊、那么剧场只有表演者没有观众也不行、啊、那么怎么样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好观众，所以今天大哥大姐姐会带领大家认识剧场，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大家可以来发现艺术其实很好玩，艺术其实很好玩，而且艺术非常重要，像大家的校长在哪里？校长刚刚跟我说、啊、他小时候都不爱看表演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他因为爱看表演后来成为小说家，校长会写小说、欸、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下次请他念小说给大家听。好，那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汪团长在哪里？短剧团团长啊，团长，他现在是一个剧团的团长，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呢参加剧场的体验营，对不对？那从来没有看过表演，一参加就参加剧场体验营，现在变成了团长，他很有名哦，非常有名的表演者啊。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，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参与艺术的创作或欣赏，因为艺术很好玩，艺术可以成为大家一辈子的好朋友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台南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带领大家来认识剧场。那未来呢，我们就像我们的市长还有局长，我们大家会更努力。未来我们带大家不仅来剧场，我们也认识美术馆，好不好？好。认识博物馆，好不好？好。认识古迹，好不好？好。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走出教室来进行文化体验。
的方式，不用考试的方式。